哦，这家是保时捷 Macan 哦，咱即马目前当咧四座的部分，哦，就是这阿玛哦，阿玛的电控组合哦，就是侧排阀门，哎，这是单主机，然后双阀门，真空遥控的。好、哦，咱即马这阀门的部分已经修好啊，哦，这是保留原厂的窗啊，哦，来直接做外放的排气阀门。哦，这是左侧的，哦，左侧就是位置的空间，哦，摆出来。然后右后侧，哦，就是位置，哦，就是拢伫这个入去窗啊进行的做排放，哦，因为这空间又还无多做所谓对称，所以这边的空间较微，所以讲就是会做伫遮，哦，还拢是往后往下诶排放，哦，即马咱这焊接部已经完成啊，等下就要将这排气管甲倒转。